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卖一只紫际精灵大师妖精。好，正如这个面板所示，这个防御有303，魔防325。那来看一下它的装备，敏捷来到104，目前带的是地面具哦。那数值是远距离伤害188，命中359。如果目前面具是只有一个啦，如果你肯做出火面具的话，这个攻击命中会再往上提升。那装备是世界柱头盔，刻印。借助盔甲非刻印，哦，然后他提到的是防御加4，不幸镜甲刻印，世界树之手非刻印，身上有三件紫装，然后过2的黑虎皮革斗篷跟过3的飞龙皮鞋，过4的飞龙皮皮甲，哦，这两件，这件是这个皮皮甲是非刻，这个是非刻，然后加8加6，那饰品这一页是绿宝石耳环啊，加5的神色项链、神色戒指跟噩梦世界，加9加7加7，哦，加2的敏捷符石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护身符，雅丁世界18阶，奥塔一层12阶，哎，不，说错了，跟这一样17阶哈。这边是12阶，那34楼是14阶，地狱不死目前是还没开啦，所以还没开啊，还没开。加塔是13阶，然后来看一下收藏品的部分，有 50% 啊，中规中矩，还不错。远距伤害2844，命中3358，护防加38，移动速度3%，然后敏捷加15，哦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目前点出来的部分，哦 ，HP 是2654，然后再看一下魔眼，开动，发现。扩散还没点，激化还没点。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卡池，好，变成卡池，紫变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只紫变，好，7只紫变，然后一张重复的，差一点就可以合金了。那红卡这个部分也是啊，哦，如果运气不错，先紫再金啊，哦，是有机会的哦。来看一下魔法娃娃的部分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张紫娃，哎，卡池算不错了。然后红娃是全满。那再来看看这个技能哦，技能的部分呢是有精灵大师啦，所以你可以玩风地妖、风水妖、地水妖，甚至是火妖，你都可以玩。哦，然后没有紫金准哦，没有紫金准。对，紫地是只有一招。那再来看看这个血盟的徽章，守护是全满，勇猛，好，全满，智慧是全满，徽章洗得相当的不错啊。那精灵大师目前是蛮稀少的一个技能啦，蛮多妖精是没有学精灵大师的。这支账号的开价是48万台币哦，有兴趣的可以私讯我的 Facebook。那给大家看一下身上的物资，好，身上物资大概是这样：加9加7加5加8，两个加八的，好，可以去让你再点，大概是长这样。好，那对这支账号有兴趣的，在私讯我的 Facebook 哦，或者是你联络得到我的 LINE， 也可以敲我。开价是48万台，精灵大师妖精，排名还算前面啦，78等，目前在甘特伺服器。来看一下伺服器，在甘特03，哦，排名是第7。有兴趣的就私讯我吧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介绍就到这边。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你们还想再知道的，也可以私讯我的 FB。好，再见啦，拜拜。